今天啊，在这个青田小学啊，这边有巴沙马浪星期五啊。我们今天不是来走巴沙马浪，今天我们是来吃这个叉烤饭。今天我们是来这间吃叉烤饭，叫做北摩炒河粉，已经搬来这个78咖啡室，78吉发咖啡啊、哦。今天就是我们的姚大哥带我们来吃好料啊。啊、哦，看到啊，冰城有三个窝来炒的吗？我第一次看到啊、哦，听说还是火炭炉啊。哦，这个白头发的安哥就是老板啊，老板，这位是他的儿子吗？啊，干儿子。现在就他是老板。他是老板，来。他就是老板。谢谢谢谢。哎。哦，鸡油炸。哦，鸡油炸哦。现在老板在炒这个福建炒，这以前就是老板，好、哦，现在问他，他就是老板。现在的福建炒还有看到这个关起来的盖子吗？没有，没有了，都闷是会更好吃啦，就是啊。慢就吃很多时间嘛，对对，能等就有好料吃，不能等就拜拜啊。哦，所以说是三锅啊，打电。Thank you.
吃哦，好凉哦。Thank you, Ashok. Sit down. 这个是我扎底的炭火啊，附件草。炭火慢慢焖进它的味道，好吃哦。不了啊，不了，不了，哎，不带夹的哟，你跑到来夹了？对，一箱一箱的钉在里有。哦，把那个阿叔是干吃多一点，哇，这好粉，吃吃苦哦，哎，高灰高灰啊 ，good 啊。真的好吃啊，老板的好粉是慢慢煎的。要拍片，所以用一边手吃。